谢谢大家哈、哦。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呢、啊，请到这个九把刀、导演亲自来哈、哦。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两部啊影片哈、哦，那一部是讲这个高中女生的故事，一部是讲高中男生的故事啊、哦。然后很妙的就是说，这两位导演他们刚好都取材到这个高中的这个部分啊、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问问他们这个为什么哈、哦。那我们先欢迎这个九把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把刀。今天的主角比较重要，对对对，就是希望就是，我好奇问一下，就底下有他们的同学或工作人员的，请举手。应该在后面吧？我、哦、在前面。我还看起来会特别有感情嘛？嗯，好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根号时期的导演徐如慧小姐。啊，救命的导演吴继恩、大家好。那我先请问一下，就是两位导演啊，你们自己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啊的一些发想的这个理由，或者是说为什么会拍这个电影，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。先这个徐小姐先讲。想要写一个关于高中生就是霸凌的故事，但是后来因为想要的整个架构就是有点太大，然后我们就把其中一条